分享。有点难过了，我的声音你都认不出来。答案是因为你在这里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想让你看看我打游戏的技术是不是比之前精进了很多，还有就是我想预约你接下来的时间。多久没见面了？那边的工作我已经提前做完了，为了能更早地见到你，所以我得速战速决才行。定的位置在二楼，跟我来吧。怎么了？
一直盯着我看，是因为我刚才在游戏里太帅了吗？游戏里的寻人启事很好用。你放心，我只是悬赏追踪你的定位，而且特意备注了留活口。总觉得在游戏里找你会更有仪式感。位高权重的工会会长一掷千金，只为了找到他落跑的小姑娘。我喜欢这样的故事。当然，到时候我们会开直播，你可一定要来。大致计划已经定好了。只不过有几个关键点还没有确定。所以才想来找你，说不定你会给我灵感。经验总是共通的，你之前单人通关高难副本的攻略，不是也被其他工会证明同样可以用来通关多人副本吗？而且因为这件事，有很多工会来邀请过你吧。况且，每次只要和你说说话，我就有很多灵感了。所以说说看，我想听你的看法。需要收取咨询费吗？要是看上了我仓库里哪件装备，你直说。
果然来找你是对的呢。我相信我的工会，也相信你。要是你也是我工会的人就好了。我们明天赢了之后，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。一定会赢的。我们是竞速第一位，你们看第一名的奖励积分，加上这些，我们说不定能冲到榜一。在商量怎么庆祝，你不过去吗？庆祝的事就交给你们来决定吧。比起那个，我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。竞速赛第一名的工会会长亲自邀请你加入他的工会，某位小画家应该感受到他的诚意了。
如果你想去打高难 boss， 比起去公共频道漫无目的的找队友，你不觉得我更好吗？更何况有一个工会作为后援，你的压力也能减轻很多，不是吗？你不会无缘无故拒绝我的邀请，靠排除法很容易就能猜到你是因为什么。预选赛第一名的工会可以跳过小组赛直接参加决赛，也就是说在决赛之前我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你通关副本。你在想，我这么做并不值得。这是我作为工会会长的一点私心。我满世界发布寻人启事去找的小姑娘，最后还是邀请别人组队，就像话吗？这才会影响我在竞速赛的发挥呢。所以，你的回答是？那么，欢迎加入我的工会。